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奇科浪人啊！第172次每周和你倾，开始之前咧，咁照旧啦，记得 CLS Comment Like 同 Share， 订阅我奇科浪人同 Oh My God 你个钟仔咧，咁有新片咧就会通知你噶啦。咁如果你每日都想收到最新市场嘅更新嘅话，你可以加入我 Telegram 广播台度啊。咁条 link 咧就放咗喺下面描述栏度。好，咁我哋事不宜迟啊，咁啊先快啲讲翻港期先啦。咁港期啱啱嗰个礼拜都计期结嚟啊，系啊，咁啊即近期期结都系比较偏向比较都细波幅少少嘅。咁其实但系上两个礼拜都系叫咗大家喂睇实住17000嗰个关口位置啦，17000啦，咁嗰度应该会有啲支持嘅。咁本来其实期结嗰下咧，即系呢啲嘅位置咧都叫做守到下嘅，亦都。即係都之前都之後咧都上翻過17400水平嘅，爭少少咧就先到咗我哋第一個目標，係啊。咁啊，但係之後就大家都知啦，受著外圍嗰啲拖累啦，咁啊一下子就砰一聲就打咗落去，就去翻16800水平，16800水平亦都係又係爭啲啲，係爭啲啲先至到咗我哋下面嗰個第一個目標位，係啊。咁啊，我哋先睇翻嗰個中線走勢先啦，睇下發生咩事啦。咁其實星期二啦，即係期結啦。咁其實佢係落咗落去，即係落咗落去下面呢度啦，叫守住17000嘅關口位置，即係呢啲位置守住咗嘅。係啊，咁啊之後就出現開始就出現咗個反彈啦。係啊，咁但係呢個反彈咧，可惜就係話佢入唔翻即係六區入邊呢度啊。入唔翻六區入邊度，係啊，咁啊之後先所講，頭先講過啦，一樣啦就回翻曬啦，咁樣就係啊，咁啊，咁所以星期五，但係星期五咁啱咧就叫做守住個紅區頂，係啊，咁啊之後就睇下我哋即係嚟緊下個禮拜啦，睇下就係有冇機會可以即係都係叫出現翻嗰個反彈啊，亦都守住嗰個紅區底，守住個紅區唔好入去裡面啦，係啊，咁只要守得住個紅區啦，即係下個禮拜即係守得住個紅區呢啲位置咧。咁咧就我哋暫時都睇會有機會反彈先嘅，所以大前提要望住呢啲位置，係啊。咁下個禮拜啦，咁下個禮拜啦，咁有兩個位置比較重要嘅，第一個啦就係17000啦，啊17000啦，係啊，第二。咁啊，唔使講啦，即係收復翻即係17000咧樓上嘅話，即係企翻喺17000樓上嘅話咧，咁咧就有機會再向上去個目標位咧，第一個17309啦，依個啦，係啊，係啊，依個啦，17309啦，第二目標啦，17535啦，係啊，咁啊，暫時嚟講即係。17000呢個水平咧，其實係八月份取決於佢個強弱位置嚟嘅，即係話你要轉強嘅話，你點都一定要起翻，即係叫企翻喺17000之上啊，係啊。而第二個重要位置咧，就係16665呢個位置，係啊。咁呢個位置超係比較超級緊要嘅 ，OK 啊，係一個較大啲嘅支持位置嘅。咁老實講，即係你話即係再向下行嘅水位多唔多咧？暫時我自己睇就未必多咯，係啊。即係主要都係望住16600呢個水平會唔會失手先啦，係啊。即係佢唔失手，其實我覺得未必水位唔算太多，係啊。咁啊，即係應該有機會即係喺17000即係。即係17000呢啲關呢啲位置咧，係啊，即係係啦，呢啲位置咧，度上上落落啊，咁樣磨下先啦，玩啦，係啊。不過都會即係下個禮拜都會傾向會有反彈出現先嘅，係啊。咁啊，只不過即係點樣講咧？只不過睇下佢究竟佢係落咗落去16600先啦，定係直接一夜上咗去上咗去17000之上先啦，係啊，咁當然啦，梗係上去17000就會更加好啦。咁所以下個禮拜啦，大家要好好地睇實住呢個好彈分水區啦，係啊，因為正就係嗰個重要轉強、重要轉嘅位置嚟嘅，即係你可以當佢17000 VS 17000對戰16800咯，係啊，咁但係望就睇下有冇機，即係冇機會下個禮拜可以上翻17000樓上，係啊。好，跟住我哋講黃金啦，咁黃金啦，其實就。上個禮拜都提過，只要站穩23886咧，即係依個重要轉強位置，依個位置咧，係啊，依個位置啦。咁啊，其實個後市唔太差嘅。只要佢企翻佢依翻個23866嘅話咧，大致上嗰個調整咧，其實已經係完咗噶嘛，係咪？係啊，咁啊，結果啦，即係上個禮拜啦，咁啊，即係叫落咗落去，跟住一夜企穩咧，就一夜 boom。哇！依下咧應該輸死好多人，係啊，
唔係贏先好多人，因為好多人淘淡倉，係啊，咁啊飽上去啦。咁當然啦，即係其實受制住唔同嘅市場嘅數據啊，同埋啲降息嘅消息啊帶動啦，黃金咧差唔多上翻咧，即係差唔多挨近前面個前頂位置啊，係啊。咁啊，但係之後咧，依棍就真係嚇死人啦，真係佢依度依一棍依度咧。一下殺落嚟咧，突然之間咧又係啦，去完高位之後一夜急回啦，急回啦，係啊，咁啊即係都依下就好嚇人啊，係啊，同埋打咗好多盤，係啊，咁啊暫時即係黃金咧就叫做守住2440，即係2440蚊呢個水平啦，係啊，咁啊暫時其實黃金望落去咧，有機會都係繼續做翻個整固先啦，因為依下落嚟太勁啦，係啊，咁但係其實個後市唔太差嘅，係啊，咁但係就需要即係要破，如果要破翻嗰個前頂依個位置咧，暫時都仲要需要啲更加多嘅動力啊，係啊，咁啊，你話夠唔夠？暫時都未仲爭少少，係啊，咁啊，暫時最較大啲嘅阻力位置啦，就係一個2466啦，啊，係啊。咁啊，如果打得上到上面嘅話咧，咁咧可以向上挑戰咧2473啦。第二個目標咧就係新高啦，2493啦，係啊。咁啊，相反啦，即係如果佢跌穿翻依個重要轉弱位置咧，即係2432嘅話咧，咁即係話個後市即係依一棍落嚟咧，係啊，係未曾調整完嘅，係啊。咁啊，繼續要向下去繼續調整，因為依一度幅度咧上嚟因為依度上嚟嘅幅度咧都比較多，係啊，究竟依一棍依下依兩下，即係依兩下咧，究竟係咪真係已經調整完咧咁樣？係啊，咁啊真係要研究，所以我哋用個位嚟判斷啦。所以下個禮拜如果你見到佢跌穿2432嘅話，即係有機會繼續調整啦。係啊，咁向下目標啦，先睇2409咯，第二個目標就係2394啦。係啊，好。咁啊，記得啦 ，follow 翻我哋嘅 IG 啦，因為每日都會有更新嘅，係啊。咁你如果想緊貼住我哋嘅朝早啦、中午啦同夜晚咧，就依個一定要 follow 啦，同埋有時會有其他嘢出嘅，係啊。好，咁啊，跟住就講我最愛嘅道指啊，真係講啲道指啊，大家都興奮啊，因為上個禮拜咧就小弟就好快脆用咗一日半時間啦，就食咗1000點啊，係啊。咁啊，亦都好多朋友都有跟住做嘅，系啊，咁個個都食得好開心，系啊，咁啊，先講翻啊，即係道指啦，咁其實上個禮拜其實佢最初都叫做守住40600依個分水嘅，即係依最初依個位置，係啊，佢都叫做守住依啲位置啊，係啊，咁亦都衝埋上去咧，到咗我哋即係當佢到埋啦，當佢到埋我哋嘅第二個目標位41454嘅，係啊，咁啊之後。就掉翻落嚟啊，咁樣就係啊，咁啊連續三晚啦，你當佢係咯兩晚幾三晚啦，係啊，咁啊由依一個位置，我就係依一度做開淡倉嘅，我係係啊，咁啊星期三晚就即係跟住就個市就一夜就懟咗1900。差唔多由高位依度差唔多懟咗1900幾點落嚟嘅啦，係啊，依一個位置就係我開倉嘅位置啦，咁啊正即係都係講緊係8月1號同埋8月2號咁樣，係啊，咁啊依度1700點嘅波幅咧，我食到1000點咧，其實已經係食咗一半有多，咁魚頭魚尾我就唔關我事嘅，係啊，係啊，咁啊其實就當然即係個市場係因為最主要係個數據唔靚仔先啦，有啲就話俾個減息即係個降息影響啦，亦都受住做。科技股先係元兇啦，係啊，咁啊短線就即係一嘢就殺翻落去下面39700咧依個水平度，係啊，咁啊當然啦，大家最關心嘅話就梗係後市究竟有冇得再跌啦，係咪先？係啊，咁老實講，即係道指其實跌一個點跌到一個咧比較大啲嘅支持嘅位置嘅，係啊，即係下個禮拜個好大分水依一個啦，即係39465至39675嘅，係啊，咁下個禮拜即係睇下佢都係，我都係會睇佢先反彈先啦，都係
睇下先反彈啦，係啊，咁但係大前提，只要守住個好彈分水嘅話咧，反彈一下咧，向上目標咧就先望翻啦，40,096啦，啊，咁啊，如果可以突破埋重要轉強位置40,197啦，41,197咧，係啊，咁咧就可以挑戰翻40,441噶啦，係啊，咁啊，但係細事嘅嘢我梗係控制唔到噶啦，咁啊，當然佢前嗰即係依幾日早幾日啦，佢跌得咁金嘅時候咧，係啊，咁即係如果佢下個禮拜佢我一開，佢再唔好彩打穿埋呢個39,465嘅話咧，咁就要小心咧，就係喺中線上面嚟講啊，中線啊，啊嚟講咧，即係有機會咧係轉弱咗啦，係啊，咁啊40,000咧就有機會咧短線係唔會見得翻嘅，係啊，誒咁可能要再回得更加深啲，係啊，咁啊下面啦先望翻啦39,361啦，第二個係39,147啦，係啊，如果呢啲位置再失手再落嘅話咧，咁就要真係要見翻18,000嘅水平，不過到時再同大家講啦，啊，所以大家記得緊記留意住我哋嘅 IG 啊，因為 IG 每一晚咧都會有大概6:00係咁上下啦，就會有post 出到嚟噶啦，就系啊，咁我大家可以睇翻啦，系啊。好，咁啊，你最后啦，就讲埋纳指啦。咁啊，纳指其实依啱啱呢个礼拜都即系都比较反复，主要系啲科技股嘅问题。诶，本身我哋都计划佢系会反弹，的而且确又真系落咗一下，然后到咗我哋周线目标，跟住就嘣一声又上翻去周线目标。向上向下都到齊曬噶啦，係啊，咁啊，但係又都一樣啦，因為科技股嘅問題，一嘢就噹唔一聲打翻曬落去咧，咁啊一嘢就回咗1,300左右，咁啊理身我啊冇搞到，今次我又冇搞納指，係啊，我比平時我比較少炒納指，係納指通常 day trade 會多啲，過夜通常玩道指多少少，係啊，啊，唔好講翻啲正題先，真係，我今日下個禮拜啦，一樣啦，都係會睇先行反彈，係啊，咁啊先望翻。住啦，即係個好彈分水啦，依個位置睇翻下面依個重要支持區啦，係啊，18,274至到18,371呢支持區啊，只要依一個區域啊唔失手嘅話咧，我哋會先嚟睇反彈嘅向上嘅睇法，先睇翻啦，咁啊當然梗係望翻望翻嗰個好大分水區位置同埋重，亦都係重要轉強位置啦，18,400+與至18,500+4啦，即係而家啱啱近月收市呢個位置。咁向上目標就係18,865啦，第二個目標就係19,188啊，係啊。咁啊，但係同時要小心啦，即係18,274呢一個咧，係一個較為重要嘅支持位嚟嘅，同道指一樣啦。依個位置如果真係唔好再失手嘅話咧，即係代表咗中線上面咧係亦都係有機會出現轉弱嘅，再落就會有機會落咗深少少嘅。咁暫時先望翻向下目標啦，18,184啦，第二目標17,986啦。咁所以嚟緊道指嚟緊嘅日子就比較關鍵啲嘅，咁所以大家小心啲啊。好，咁啊，今日條片就係咁多啦，咁記得俾個 like 我哋啦。如果有咩問題嘅，可以下面留言俾我啦。如果你想加入我哋嘅群組裏面咧，你可以 DM 我哋嘅。好，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，係咁，拜拜。